主料：莴笋500克，木耳30克，瘦肉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胡萝卜、白糖半汤匙，生抽一汤匙，蒜头半只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原料图：猪肉洗干净，切片，放碗里加入盐、生抽、油烟20分钟，莴笋去皮，洗干净后切片，胡萝卜切片，蒜头去皮切片，木耳浸发后洗干净撕小朵，炒锅热油，把肉片放入炒至变色捞起，炒锅再烧热加油，下蒜片、胡萝卜炒出香味，把木耳放入小炒2分钟，再把莴笋片倒入翻炒至软，加白糖，加入盐炒匀，再倒入肉片，继续翻炒2分钟。烹饪技巧：炒的中途太干可以撒些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